开这个是不是？对。那我要报警哦，我要求有专业知识的警员到场。情绪不满被开单，扬言要报警，让在场警察一头雾水，因为他们就是警察。那我现在要报警啊？你可以啊，一零可以打。你要报你报啊。依然，我们现在两个警察就在这边呢、啊。我要求有专业知识。不用什么专业知识，这就是我们以专业知识。这有装传动盖又不是没装，这样就是不行。你只要完整的传动盖，它就是要整个包覆起来。原来远景将这名重机骑士拦下，是发现他机车下方的传动轴盖竟然拆下来，要依法开罚。骑士却不满，狂跳针。我说我现在要求有专业知识远景到场处理。你可以打电话，没关系啊。我可以打电话啊。这个月一号下午，在新北市汐止知名的五指山风景区，辖区警察拦查重机骑士，发现原本正常车辆应该要有的传动轴盖，骑士不明原因将它拆除，有行车危险，依法开罚。就申诉不过就这么简单，因为这个经理商，申诉不过是您说了算吗？不是吧？我们就是跟经理商配合了非常多次，不下五十次。但是这是原厂东西，为什么你要？但是你不可以拔掉。原厂不能拔了。那经查本分局就看那些行车记录器影片的话，本分局的同仁的执行态度良好，那违规属实，依法告发，有没有异议？明明是自己违法在先，还质疑郭律师大人执行公权力，在警察面前呛报警，任意改装重机，不止增加行车危险，这下挨罚，荷包跟着失血。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。捍卫言论自由到底，抢救中天，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